好，同学们，欢迎回来。进入例四，某养鸡场的母鸡只数呢是公鸡只数的六倍。那后来公鸡母鸡各增加60只，扩大了一下规模。这时候母鸡的只数就变为公鸡只数的4倍了。问养鸡场原来一共养了多少只鸡？那养了多少只鸡？想想啊，我们前面所学的是不是都是直接射原法？那就是人家问什么我就射什么。那下面我们马上可以想到的当然就是直接射原法了。那我们试一试看看行不行呢？养鸡场一共养了多少只鸡？原来那怎么办？那我就射原来一共养了 X4只呗，这没有任何问题。那接着就是你射完未知数得去找等量关系来列方程，对不对？嗯，那我们来看看养鸡场一共养了这么多只鸡 X 只，那你知道这 X 只当中有多少是公鸡多少是母鸡吗？母鸡是公鸡的6倍。哎，他说母鸡是公鸡的6倍，这时候我能不能通过这个关系把公鸡的只数和母鸡的只数给它表示出来呢？可以呀。怎么表示啊？公鸡就是 x 除以7。好，公鸡是 x 除以7，那母鸡呢？x 除以7再乘以6呗。x 除以7再乘以6呗，说的真轻巧。那好，那同学们这样设可不可以？可以啊，你看能表示得出来，对不对？嗯。但是关键是你会解吗？嗯。这个 x 除以七，你知道该怎么运算吗？除呗。x 是几啊？不知道。不知道，那要不我们尝试着列一列？那下面再想，后来各增加60只，对不对？嗯。那这时候公鸡的只数就变成了 x 除以七。加60。好。母鸡的只数呢？也加60。好，也加六十。这时候母鸡的只数是公鸡只数的4倍，它是它的4倍。换句话说，大数应该等于小数要乘以4，对吧？也就是说 x 除以7加上60，括号再乘以4，应该等于母鸡的 x 除以7乘以6，再加上60。好吧，方程真的没错，列出来了。在这儿要说，你真的试着去解一解，如果这个方程你都能把它搞定，那可以说没啥在小学阶段能难住你的东西了。当然了，不是说解不出来，而是同学们在解的过程会发现，我们所有的东西啊，在做的时候曾经出现过这种 x 除以某一个数，我们会解吗？没学过吧。就算我把方程列在了这里，我也不会解呀，出了个自己都解不出来的谜语，你说这道题路在何方啊？显然怎么样？不太能成吧。也就是说，在这道题目当中，如果人家直接问什么你设什么，可你是自己在给自己找麻烦，对不对？嗯。那能不能绕一下呢？同学们想，在这道题目当中问的呢是原来一共养了多少只鸡，对不对？对。那同学们想，原来养的鸡包括什么呢？公鸡母鸡嘛。如果我能够知道原来公鸡养了几只，母鸡养了几只，你说原来一共养了多少只鸡，知不知道？啊，那当然了。当然知道了。可是下一个问题又来了，那就是公鸡和母鸡俩我都不知道，对不对？嗯。我现在可只会解带一个未知数的方程啊，那我怎么办呢？看看一个未知数两个未知量，我能都表示出来吗？那同学们看，有公鸡有母鸡，对不对？同学们注意，母鸡只数是公鸡只数的6倍。换句话说，如果公鸡的只数我知道了，母鸡只要怎么办？乘以六。母鸡的只数知道的话，公鸡只要除以六，是不是就都可以了？嗯。也就是说，我可以用一个未知数把两个未知量都表示出来。但是我到底设谁是 x 呢？这里边有一个小小的技巧，那就是在乘法和除法的过程当中，同学们你喜欢算什么法呀？乘法。当然是喜欢算乘法了。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把那个小的量设为 x， 这样大的就做乘法了。
也就是说，在这道题里面，谁是 x 呢？公鸡。公鸡的数量是 x， 那母鸡是公鸡的六倍，也就是6x。原来公鸡 x， 母鸡 6x， 后来各增加了多少？60只。那公鸡就变成了 x 加60，母鸡是6x 加60。而这时候，母鸡的只数是公鸡只数的4倍了。倍也是一种等量关系。为什么这么说？你想一想，它是它的四倍，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大数应该等于小数乘以4？所以小数乘以四应该等于大数，等量关系找到了吧？嗯，好了，这个方程你看看，比刚才那个除以七乘以六要顺眼多了吧？嗯，好，那当然了，下面就是同学们自己要去解方程了。好了，自己解一解吧。好，同学们，这个带括号的方程相信也是难不倒同学们的。解完了之后呢， x 应该等于90，但是要注意， x 等于90在此道题里面并不是它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想清楚，看看设的 x 是什么，是公鸡，对不对？嗯，你还要求母鸡，再把两种都加在一块才是总的。所以养鸡场原来一共养的鸡就是公鸡的90，母鸡的是公鸡的6倍，加在一块630只，然后答题。这道题呢，并不是人家问什么我就设什么，因为那样我列出来的方程可不好解。我是怎么办？稍稍绕了一点点，问的是总量，我是不是把母鸡和公鸡都给设出来了？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通过了绕一个弯的办法把问题解决。当然，这就不叫直接设元法，而叫做间接设元法了。间接设元法当中，像我们此题当中是不是有公鸡和母鸡两个量都不知道？嗯，而我们在设的时候，有很多关键字是可以用一个未知数把两个未知量解释清楚的。咱们比如说这道题目当中，它是它的六倍，一个是 x， 一个是6x， 对不对？这是有关键字倍，或者是有差也可以，一个比一个多几，比如说多10，一个 x 一个 x 加10也就出来了吧。所以如果题目当中的两个未知量有这种和差积商的关系，我们都可以通过设一个把另外一个给表示出来的。那么间接设元法这种方法你掌握了吗？